谢咱的秘书哦、喔，谢谢。哎、欸，知影我咧讨啊，哎、欸、对，知影我咧讨，就足主动的拍拍拍安尼啦。老师就急了，老师比你较急吧？我讲伊今仔唔知影那脚动拢动袂掉，动无啥会掉，拢动无啥会掉吼。无要紧，无要紧，咱豆豆啊来就好，不要太紧张，不用紧张，不用紧张。你有足紧张的无？啊，你有没有很紧张啊？我看到你都很紧张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怕你又突然对我。啊，对你塞宝贝吗？啊，不会了，不会了，今天这两首可以了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如果我要点，我前面就会点了。哦，好，好。啊，因为我知道我们刚才的时间哈、哦，有稍微慢了一点点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因为哦，哎，都叫我老婆开，伊嘛拢唔开呢。哎，伊咧等人咧管啦。嘛咧等人。啊，伊嘛咧等人，啊，咱咧先来甲接落行啦。哎。啊，因为今日咧请主哦，担当司长哦，安尼吼，独家属甲咱提供给咱进行的节目吼，安排小姐一锅腊肉粽，以及咱的钢管拉面烧吼，安排了非常的多。哎，我们来到这所在，现场来宾脑口吼。重点阁有感觉吼，哎，共同的欣赏，对，哇，一边食到咱高级料理，一边欣赏到咱的水果年华吼，啊，精彩咱的钢管拉面小甘蔗演出，真正是人生一大享受吼，所以人家明仔载开始就开始休困啦，哎，连续假日四天，哦，是哦，啊，你唔知呀哟，不知道，哎，之前中秋假节已经放过啊，哎，咱礼拜二是咱的双十国庆，哎，所以礼拜一哦，哎，就阁去休困一天，哎，所以明仔载开始就连假，我们都看农历比较多，对对对，来，因为咱有些公国历我拢阁。今天是几号？今天不是九，今天不是十号哦。哦欸、不，今天是国历几号？我忘记了，应该是六号。六号、啊。今天是六号。没按农历是二十二号，哎，农历是八月二十二号。对对对对。你这拢过了，有咩袂记起哩吼？哎，那八月十五连我那过几落工去啊？哎，对啊。哦，你刚才连那个烤肉尔，啊，那连伊吼，目前呢，伊要搁，伊要搁，伊要尾车啊啦。对啊对啊。时间咧过真正有够紧，咱讲实在，连伊要搁过年啊。哎，对啊。吼，来，所以大家吼拢爱把握着咱时间吼，青春流逝的真的非常的快吼，所以人客哦，尽量爱把握时间来哦，来啊，继续咱带来去听的歌曲嘛，来。跳恰恰。来。把上麦谢金燕的歌曲来，花季跳恰恰，谢谢。来哦，来安排的来跳花季哦，花季跳恰恰。传播，那每个人被团上次阿弥陀佛来到领导，阿弥陀佛来传精彩平安喜，陪伴咱大家度过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。阿弥陀佛。
场，我跟你跳恰恰。好嘞，奶奶好。